TP 石墨烯超导被，邀您共赏全民新攻略。什么都知道，你要不要穿洋装在这边？他有点喜欢你的工作，可他一定还没有补得很全，对，好吧，你试着再补两。你知道民法规定几岁订婚吗？他偷看到了。那就是那个台湾本来的民法。你不要再补，再补。不要他已经快没工作了。全民新攻略，住户请就位。欢迎光临财富大楼。哇，这来女神好。谢。陈哥，我们的上花超美的。谢谢。这个哎，不好意思啊。心满意足，恭喜你！欢迎各位尊贵的住户，我是这栋财富大楼的管委会的新任主委曾木春，大家晚安，大家好，成功晚安，成功晚安，是的。在容貌焦虑的时代，人100%是看外表的。但今天呢，我们呢聚集了一屋子颜值极高的朋友，他们要告诉大家，容貌只是入场券，内涵才是永久的通行证。正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啊。介绍第一位，典礼晚会的双语主持人刘杰忠，欢迎。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第二位。刚刚度完蜜月回来的新闻主播廖世祥，欢迎。大家好。第三位健身教练营养师 Sunny， 欢迎。下面这一位是当过警察的查克律师黄子清，欢迎。大家好。在这个不喜欢穿衣服的配神裸体权威 Pedro， 韩系模特，欢迎金云。一个一个的都是有各自不同的地方啊，佩德罗，我想这个大家已经对他很熟悉了，一个对自己语言能力很骄傲的，他有一串自己介绍的自我介绍的开场白，听了你如果没有想打他，我随便你，但是真的太骄傲了，他太骄傲了。大家听过了吗？然后大家不见得有人没听过，还是讲，你慢慢的讲一遍啊，慢讲，慢慢的，预备起。古希腊神雕般的完美神采，裸体主义知识分子，西班牙型男代表佩德罗，简称佩神，裸体权威，台湾的汤姆克鲁斯。裸体权威，不是名归，有听懂？可以 ，OK， 可以，也可以讲台语的。他语言能力真的很强。说人的脑子如果有个语言专区的话，那个方形它基本上都被打开了。嗯，在这里，财富大楼可以创造大家致富的可能。OK， 希望你们今天玩得非常愉快，好吧，加油。接下来有请管委会最高层级的主任秘书蔡祖密、蔡啾咪、蔡尚华介绍一下我们殿堂级的大奖有什么？来，好，各位尊贵的花美男之乎们，要告诉大家，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送给你们的礼物包含了一项拍摄套组，以及柔棉保洁垫、石墨烯凉感床垫组和铝镁合金绿行箱，以及澳门银河三日游。希望大家运用你们的智力换取财力，那么最后的智慧大风就是您。那准备第一回合，准备要来好好来回答题目。总台的时间1分30秒，智慧新币总额15万。哇哦！所以各位，奇迹随时会发生，加油了，安心上路。第一回合益智开箱，蔡祖密请出题。许多人常将男友分为狼狗型和奶狗型，占有欲比较强的是狼狗还是奶狗？请抢答。黄子清，好快，哇，狼狗，哎呦，那奶狗是？奶狗应该是奶油小生类的吧？奶油小生，我在猜，请揭晓。哎呦，就这么简单，你看看，
好，小奶狗跟小狼狗的差别分别在哪里呢？像是小奶狗型的男生哦，就是呢他好调教，爱撒娇，然后你会觉得他好可爱。那如果是小狼狗呢，他是呢虽然年纪小，可是会展现出一种霸道的感觉，然后呢会非常热烈直接的表达他对你的喜爱，所以呢两种都各有人爱。请问你做个参考。来，黄子晴，智慧型币，请选择八楼之六，准备开箱。哇，另外一个，继续加油，各位，请朱下一。全球流行男女都适用的 clean fit 穿搭，上半身衣物的特色是短版还是 oversize？ 请抢答。刘杰忠知道，哇，说短版 clean fit， 那干嘛 oversize 呢？但我对不对？短版好像也蛮合理的，请揭晓。对，你看像那个谁的金云就是啊，对不对？可是他本来就高，太高就是不想让视觉上看起来太高，而是穿 oversize 的衣服比较多。你算不算九头身啊？应该是有吗？因为你看起来头，你看刚才的比例，漫画，哇塞，真的，你有点像娜美人，你知道吗？那头一点点，然后身体好长，手长脚长这样子，对，你长得好特别哦，你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嘛？对，我是台湾人，对，你是我是新学历是吧？对，学长好，你有打过世新篮球队吗？有打系队，但没有打篮球队，对，有参与过就好了。刚才是刘杰忠，来。智慧星币，请选择六楼之四，请你开箱。哎呦，7000元，尚可，还可以的，尚可。再出下题。根据《诗经》，打喷嚏代表对敌人的憎恨，还是对爱人的思念？请抢答。黄子晴好快的手脚，真的，谢谢。来，我在猜，应该是对爱人的思念。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然后美国打喷嚏的话，他会觉得说是灵魂被抽走。那我在想什么？对，我不晓得啦。所以美国，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们都会说 bless you， 就是保佑你。对对对，就是因为你的灵魂已经少了一部分，所以他们会哦。我不晓得会不会是跟爱人相关。请揭晓。哎呦，好漂亮！好，《诗经》里面呢有一句话非常的可爱哦，它是出自于《诗经》的《中风》，他说呢：“物言不媚，怨言则替。”那他呢翻成白话的意思呢，就是王心凌《爱你》的那首歌的第一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就是呢，我半夜睡不着觉，然后呢打了个喷嚏的时候，我希望是我的情郎在想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说，我们现在常常打喷嚏的时候说：“哎呦，有人在想你吗？”这句话他其实是从《诗经》的时期就这么认为了。成功选八楼之一，对，水塔边是吧？希望有好运，准备开箱。2000元，至少不是账单了。至少不是账单。对啊，请注谢礼。牛津年度代表自制力的 Badge Flag 米色警戒，它是形容伴侣的个性是幽默还是无趣？请抢答。Sunny。幽默，请揭晓。好，这出自于交友软体哦。如果呢上面的这个人啊，你觉得说是可以继续值得去深交的，要继续聊下去呢，我们就会说呢是这个绿灯，也就是 green flags。那如果呢是可以保持一点距离的话呢，就是红灯，是 red flags。那有一些人呢，你对他真的超无感，就觉得他很无聊啊，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设，我也没有想要特别好，也可以，也可以不要很激乐，那你就是米色警戒。请出现。常在生活中使用的7年之痒一词，它其实是源于欧洲谚语还是美国电影？请抢答。哎呦，廖世祥，我猜美国电影。为什么？好像是 Friends 里面的梗吧，是不是？美国电影啊，美国历史比较短，就是。请你揭晓。是 Friends 吗？比 Friends 更久，它是玛丽莲梦露演的一部电影哦。这部电影呢就叫做《七年之痒》，那它其实呢讲的就是一个外遇的故事。但是呢后来啊，《七年之痒》就被引申就是外遇的意思哦。可是呢这部电影的本身反而没有那么红。《七年之痒》也是上一代的说法了，现在要痒，第二年就痒。
你问一个新婚的人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我没别的意思，我还是祝福的。谢谢谢谢。我是提醒你要养，不用等七年。这样比较好吗？来，请选择。好，八楼之舞。八楼之舞，准备开箱。可以了，还可以了。耶，谢谢。恭喜脱贫了，谢谢。还有三户人家，那 Pedro， 目前题目是不是你题目会听不懂吗？全部都会，只是手有一点，昨天盘眼有一点酸。哦，所以哦手没办法用力。对对对，那用这个去打，用这个去打。啊，请出下一题。乡人所称的鼠女虫，它是瓢虫还是蝉？现场打。黄子清按早了，口头警告，下一次失格啊，就请就下去了。好，来答案是，是瓢虫 ，ladybug， 是送分送惨，请揭晓。有一则传说，他说呢，如果少女啊把这个瓢虫放在掌心，然后呢，当那瓢虫起飞的时候呢，它飞往的方向就是你未来会爱情归宿的地方，所以呢，又把瓢虫叫做鼠女虫。来，王子欣，我选六楼之六。哎呦，怎么了？想通了？想通了，太阳太大了。顶楼，准备开箱。1500，还有46秒，各位亲爱的朋友，请注意下礼。男性正确的高尔夫球服装礼仪是穿着有领的 polo 衫，还是圆领汗衫？请抢答。黄子欣怎么那么快啊？说话。我猜应该是有领的 polo 衫。当然啊，谢谢你揭晓。谢成哥。来，请选择。好，我选八楼之二。不要是账单呢。准备开箱。不要是账单。运气不错，12000，太棒了！太棒了，你稍微休息一下，好，没问题。基于这个大家的邻里互动啊，远亲不如近邻，是不是？好好好，没问题，好吧，请出下一题。古希腊诗人荷马笔下的爱琴海，它是翠绿色还是酒红色？请抢答。来，廖世祥，我猜翠绿色。请揭晓。好，他就说的是 the wine dark sea， 就是呢像是红酒、葡萄酒般颜色色泽的海哦。那它其实呢是这个荷马史诗当中的描述夕阳下的爱琴海。那这样的海水呢闪耀着熠熠的金光，但是呢随着这个天色的变暗，就变成了酱紫的颜色，非常的美。蛮好，再出这里。日本政府调查指出，届满18岁的日本男性考虑不生育还是不工作的比例是高于女性的。请抢答。Pedro， 啊，抢到了。日本哦，日本哦，18岁的以上的男生哦，不想生孩子还是不想工作？都不想，但是要比女生高，那个比例比女生高，哪一个？我是日本政经研究所，所以应该是要会。不生育。女生比较不想生吧，怎么会男生不想生呢？高云啊，你请讲，你说你要自己先讲咯，日本政经研究所对吧？好，对，你答错就好笑咯。来，不生育，请揭晓。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会发现呢，18岁的女生来讲呢，未来呢不想生育的人大概占42%，但是男生的比例是更高，居然高达了50%，而且呢，男生不想婚头的这个男生呢，也比女生还要多。哦，其实不相上下，大家都不想。而且日本现在最新的统计，它的老年人口多少？20%。哇哦！而且在更进一步的统计，你每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超过80岁以上。你为什么对日本那么了解？因为我刚好做了一个这个专题。我以为你才念过日本政经研究所的。我之前在日本留学，是错啦。其实他说的都正确的。知道就说。有，真的很贼他这个。答对了，七选择可以赚钱了。八楼之三。一看就有账单哦，应该不是，八楼都是吉祥的数字。准备开箱。日本震惊，怎么没有账单啦？去哪里了？有度数是有用，请注意下你。请求别人帮助时，一开始先提出较大
黑是较小的要求，比较容易可以达成目的。请抢答。这是什么问题啊？答案是，较大。嗯，为什么？有点像杀价一样，万一他这不行，再往下要求，再往下要求。哦，我猜是这样。哎，应该是要比较小的。你觉得小的？应该是要比较小。可他们讲的有道理啊。不同层次，就是你要先跟他借钱的时候，你不能先讲钱。你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给借我一个什么东西？他一开始答应你之后，你再跟他提一个比较你真的请求，他就不太好意思拒绝你。哎，不同逻辑，吸引技巧。先找小的。好，这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呢是东门槛效应，就是我先提出一个比较小的要求，让他觉得说他其实做得到，所以他会愿意做。当他答应下来以后呢，你再慢慢逐步的得寸进尺，越要求越多，他就想说算了啦，都已经帮你做这个了，就只好慢慢再叠加帮你做更多的事。会不会只剩下最后一题呢？请注意，冬天是北极熊捕食的重要季节，在此期间啊，只有怀孕的母熊还是年迈的公熊，它会进入冬眠呢？请抢答。恭喜有下一题，刘杰忠。公熊，年迈的公熊才会进入冬眠，请揭晓。好，北极熊呢，他们啊就是基本上不太冬眠的哦。那一般来讲啊，他们都吃鱼类啊或者是海豹为主，到了冬季他们一样会继续捕食。但是呢，如果是怀孕的母熊的话呢，它就会在这个10月到12月的时候回到他们的窝里头呢去冬眠，那也要储备一下体力。而且呢，等到它把小熊给生出来之后呢，哎，刚好到了这个春夏之际，小熊就可以跟着北极熊妈妈一起出去外面觅食，多囤积一点脂肪好过冬。真的最后一题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嗯，请引注定。月晕效应指人们会以对他人初印象决定是否与他交往，还是推论他的其他特质。请抢答。廖世祥。推论其他特质。晕开来是。月晕效应，有听过的举手。哎，你听过 ？Hollow effect 吗？就是你，比如说他事业很成功，你会觉得他一定其他方面都很厉害，可是其实不一定嘛。他很会经营商业，可他不见得私生活是个好人。哦，可是你就会觉得他什么都很好。那他就答对了，投射效果。对对对，请揭晓。哇，真的有这个话说法哎。好，月晕效应呢，它其实出自于在1920年代哦。那它其实的意思就像是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这个月亮哦，外面有一圈很大的月晕，所以呢，我们就会推估认为月亮比它实际的这个大小还要再更大一点。因此啊，其实月晕效应代表着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比较容易倾向，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外表看起来是比较有魅力的，我们就也容易揣测，哎，他可能更有领导能力、更聪明之类的。来，请选择六楼之二。六楼之二，账单都没出现哦，对不对？准备开箱，运气真好，16000。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的成绩啊，刘杰忠7000，廖世祥23000，三妮刚才答错，可惜，目前淡泊名利，黄子清25500，佩德罗有6000，金云。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现在目前领先的2位就是过2万的，哇，真的很厉害哦！黄子清跟廖世祥，掌声给鼓励一下。好，欢迎各位来到第2回合。为什么说气氛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里的智慧新币已经来到了20万。哦，准备。第二回合益智开箱，蔡祖密集助理。搭乘飞机都是从左侧登机，是受到了船只还是汽车的影响？请讲来。黄子欣，我猜是船只，因为汽车有些左驾，有些右驾。汽车的可能性大一点点。完蛋了，大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你要从汽车发展的过程来说，有王室的通常都在右驾，所以你从左边上来。有王室的泰国、英国，所以驾驶在右边，从左边上来，很合理。西班牙是王室，但是左驾。哦，谢谢佩德。真的哦，马上一样，你就是喜欢吐槽的。我说补充资料，我是日本政经研究所。船只吗？请揭晓。恭喜两位。好，
因为呢，毕竟大海很辽阔嘛，那上面有无数的船只都在这边航行。那一旦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的话，很容易就会撞在一起哦。所以呢，都会习惯呢左侧停靠，然后左侧来上下货。所以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传统呢，也到飞机开始问世了以后呢，延续到飞机。所以我们看到飞机啊，它其实呢，它的包括的舱体也是讲 ship， 然后也是在这样子来装运货物。当然，在飞机呢，其实右侧也有门，但是呢，就只有用在紧急逃生以及呢搬运餐点的时候才会来做使用了。来，自助新币，请选择。整个我选八楼之六，又从它开始。这么迷信？不晓得，想说其他数字看不顺眼。其他数字看不顺眼，准备开箱。哦，邻居帮帮忙。马来喽。选一个嘛，哦，住户通知有金的跟银人虾，选哪？金户头，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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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情书遇到瓶颈，请住户们每人一句撩妹的情话，由你抽中者决定谁说的最好，给他5000块钱感谢的红包。现在这个5000是非出不可，对，只是这个钱要出给谁？当然最少的啊。那不一定，要看谁说的能够感动你。好好好，刘杰忠，我觉得可以从那个哦，你现在没有想法是吧？还没有想法，对，从训掉了。现在谁有？现在谁有？来，我来试试看，我可以来。哎呦，来，我试试看。你先说，我可以不扣5000，然后自己讲。来，请对他说，不是，只是提供给我，不用对我说，不用对我说。子清，请问你，请问你属什么？我属羊。那你要不要问我属什么？我不要。你属什么？你属什么？我属于你。啊，谢谢。好不舒服啊！这个都没不行。你等一下也讲一个，分享一个你觉得会中的，好不好？会中的。好。来，第二个还是有想法的，来第二个，配什么？可以用西班牙文嘛，比较有 feel。我听不懂西班牙，但听不懂，你听我的声音就会晕，真的假的？真的，男女不分。好，来，预备，来，你讲。Cuando te veo, necesito un diccionario porque me quedo sin palabras. Sí. 哇，他说要，我要。你讲的什么？5000块。你讲的什么？说 yes， yes。看你的时候，我需要一本字典，因为你的美让我自求。哦。这句话不错哎，你讲中文就好了，讲西班牙文。我聊，这是撩妹的，他不是妹，我就说不出来。但用西班牙文我可以。比较不会乱讲。讲得很好。来，金鱼，很好。在遇见你之后，我开始一直在学游泳，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遇见你之后，让我坠入爱河。哦哦，坠入爱河。来，刘杰忠、三林，谁来？我希望把我最近买的这间房子登记在你名下。可以啊。很实际，好实际，好料哦，很实际。来。可是这样敢讲，要有情境。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被打动就是"我带你去"这四个字。我带你，我带你去医院，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对，医院不是，我带你去医院，真的医院，真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我陪你去，也不是我跟你去，是我带你去。你知道那差别在哪，对不对？你的代是代替的代吗？没有，就是我带着你。哦，我带着你，我带你去。哎，你有5块钱零钱吗？没有。我要打电话给我妈，要告诉她我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哦。不要钱，不要钱。可以吗？很厉害。嫂子是哪一句话中？我可以把5000块给你。我是主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这么多个人，你喜欢谁的？谁还是领的？那我选重新开始，汤可怜，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他蛮可怜，开始，好，还没脱贫，金鱼脱贫了，给你，谢谢，还有1分24秒，亲爱的朋友，请住这里。京都人常会在房子的外面角落放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呢又称之为丑八怪石，还是坏心眼石，请抢答。
Sunny， 哦，希望可以脱贫啊！脱贫，脱贫，脱贫。3、2，坏心眼石。哦，为什么不猜丑八怪？感觉不想要丑，想要美啊。七弟讲。废话。哎，小弟，好险没换。好，金牛人呢，他们为了怕这个有一些人呢开车的时候横冲直撞撞到了他们的住家，所以就故意在家门口呢放一个石头。那你就会想说，哎，我为了避免要这个撞到那个石头，我就会绕道而行，或者是离这个房子有一点距离，才不会把他们的这些古家或者古色古香的建筑给破坏掉了。好，纵使这个人他就是不保持安全距离，那他就会直接撞到那个石头，也不会撞到你家。所以他，所以很坏心眼啊，让他车坏掉。对啊，啊，原来是这个用处哦，漂亮。来，脱贫。六楼之山，会不会是邻居帮帮忙？准备开箱，不错哦，10000元。目前最差的是5000、6000、7000，10000块以下的有3位，请加油，请出下底。中世纪城堡为了要达到易守难攻，旋转楼梯一般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旋转？请抢答。哎呦，一开张就开不完了。顺时来，逆时针。可是上楼好像顺时钟比较好上。嗯，感觉起来因为右撇子多。哎，对，但是如果你是右手要拿攻击的武器的话，你这样转上去。应该是左手会比较顺啊，啊，所以我讲错了，应该是，啊，对，对不对？请揭晓。果然，哎，有道理。它的这个楼梯呢都是顺时钟的螺旋哦，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当这敌人来了，然后呢他们要往上攻的时候呢，那他们的这个要挥剑的右手就会被锁在螺旋的内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挥剑的幅度就会大大的降低，因此呢当然他就这个攻击的力道也会下降，那对于呢这个要守城堡的这一方呢就会比较有利。来，请出下题。哈佛医学院发现，降雨量较多还是紫外线较高时，狗狗会有较高的几率攻击人。请抢答。Sunny， 不得了！少说话。雨量，紫外线高。请揭晓。的确也会影响到情绪哦。他们就发现呢，当下雨的时候啊，狗狗攻击人的比例呢，反而还会降低1%，因为下雨天嘛，所以呢，其实呢也会比较情绪低落，而且也比较懒懒的，不太想动。那反而呢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他们会比较燥，所以呢天气热的时候攻击人增加4%，紫外线高的时候呢更会增加10%左右。请选择。7楼之山。7楼之山，请开箱。现在有3个人过20000了，加油了各位，请注意下一题。在网络上会看到形容一个人是中央空调，这个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请抢答。刘杰忠，贬义词。为什么？就是他对每个人都很好吗？请揭晓。当然了，当然。好，中央空调呢？这个男生呢，他显然是个暖男，但是他不是只暖你，他暖所有的人。因此呢，这个男生呢，当然就是一个海王来着，就是在这感情当中呢比较渣的类型。你，我刘杰忠，是不是？6楼之6，6楼之6，准备开箱。第一局。银色。管委会应住户要求新建健身房。嗯，平常有健身习惯的人，请举手。要健美比赛得名的，是要扣钱。健美比赛得名，这不在我们面前。是要扣钱。好，我们自动帮你们申办了超值6000元的健身房的年卡。是要扣6000啊？所以要扣6000是吧？对。所以我放下来了，要生我放下来了。我以为金鱼，你刚，不能我吃。哎，我这怎么好惨哦？这个，
所以我刚再一次的确认，游戏里面还有一个说有得过健美冠军，有好习惯还要被扣钱嘞，白痴，大声的疾呼，好怕我们忽略他，扣钱，还有五十秒，请朱教练。经典名菜无锡排骨，传说着与济公活佛还是保身大帝有关，请选答。蛇呢？无锡，保身大帝，请揭晓。好，济公活佛啊，大家都熟知哦。其实呢，他是一个呢又喝酒又吃肉的和尚。因为呢，他虽然呢，这个身为出家人，可是呢，他为了要方便，所以其实呢，施主不施什么，他就吃什么，并没有忌口。那当初呢，他有一次饥肠辘辘的时候，在无锡的一个肉店哦，那这个店主呢，对他非常好，款待他吃一顿肉，所以他为了要感谢店主，就点拨了他做菜的秘诀，也因此有了无锡排骨。再出这里。博美犬超级可爱，但是其品种天生就会有腹泻还是脱臼的问题，请抢答。来，黄子清。我猜是腹泻。小型犬不是筋骨的问题都不好吗？心脏也不好，有可能。你猜腹泻对吧？嗯，请揭晓。就是呢，其实博美比较常会有脱臼的问题哦，特别呢是他们呢的这个膝关节会脱位，而且呢长期这样子下来啊，其实也会造成他膝关节的磨损，而且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惯性，他就会常常不断的累积的脱臼。嗯，36秒，7535吧，大概就4题了，亲爱的，再出题。奥斯卡金像奖的红地毯，其颜色是专属特调的红，还是 RGB 三原色的红呢？请抢答。来，廖世祥，特调红，特调的，我猜，请揭晓。特调的啦，特调的。好，你知道吗？奥斯卡的红毯哦，它是 Academy Red， 它是影艺学院红，是一个非常特别专属的红色。而且呢，他们特别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完全不想要让任何外界人有机会模仿，所以呢，在整个走这个星光大道的同时，都会有保全哦，在那边观看这个红毯，让没有任何人有机会把红毯上面任何一点毛屑带出去去仿造这样的一个红色。而且典礼结束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个红毯给销毁掉。每一届都会重做就对了，真的哦，嗯，好浪费哦，很不环保。这毯子等对啊，等下从下这地方一直到典礼就没了，会长里面呢。最高机密都会回收啊，因为就像说金正恩他不是都会搭他的专列到其他国家去，他的火车上他的排泄物或他吃的东西全部都会回收，就不会给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哦，这样子哦。对，最高机密通通都会回收再销毁。哎呦，你是日本政经研究所对不对？不是，我日本东京大学。我倒写的是。哦。来，廖老师，这是廖老师答对了吧？嗯。请选择。稀有植物。稀有植物，准备开箱。3000。不优。不优于无。不优。各位，来，请出谢礼。根据观光署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泰国还是香港来台旅游的人次较高，请上答。黄子欣，我猜香港。对香港人来说，台湾相对好吃好玩，嗯，然后便宜，嗯，便宜很多。泰国来的多还是香港来的多？请揭晓。啊，漂亮，恭喜大家。好，可以看到观光署的统计哦，这个在1到9月的时候呢，这个国外的游客来台湾的这个人次真的是大洗牌了。第一名是香港，来了将近80万人，再来第二名才是日本，大概60万左右，第三是南韩。那其实呢，台湾人现在呢是蛮喜欢去泰国的，而且行程也不太一样了。像是呢，大家就可能会去一些野生动物园，可以跟一堆动物啊直接靠近你的拍照，或者是去那种男模餐厅。来，是我。我选八楼之四，准备开箱。哇哦，12000，12000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哇，你们两个，唯一能够威胁你们的那两个没机会了，但你们就别抢了，我觉得。还有他啊，其他人还有机会，对啊，还有机会，7000的也有机会，不要放弃。好的，好的。20秒，大概就2题喽。
进主题。请问奥运会比赛项目曾有绘画还是倒立比赛？请抢答。舍利。哦。绘画。绘画。有绘画。你也讲绘画。就觉得猜要猜一个比较不可的感觉。绘画。那你不觉得倒立也很荒谬吗？倒立还好，也算是运动。看谁倒得久。对啊，倒立还是绘画，谁揭晓？哇！好，这在1912年呢，当时在斯德哥尔摩办的奥运啊，那个时候其实呢还办了绘画、雕塑、音乐等各种不一样的比赛哦。但是呢，因为评审的意见太过分歧，所以后来才把它分家分出来，有另外一个奥林匹克艺术展来代替。有啊，我们这里有什么数学奥林匹克，什么化学什么，对，奥林匹亚，我在奥林匹克奥林匹克不一样是吧、好像不太一样。你是东京，我是日本政经研究所，不是叫情报学环。来，八楼之二，八楼之二，准备开枪。哦，加奇前，哇，你们咬得好紧哦。估计还有两题，我觉得会有变化。我希望不要有变化。看有人会出来淌浑水了。如果出来淌浑水的话，让你们抢不到。对啊，你们两个加油，拜托。抢不到这个坏掉，我帮你按，我帮你按。请出题。根据民法规定，台湾女性最低结婚年龄为16岁还是18岁？请抢答。理由结束。16岁。嗯。真的哦。对啊。这么小哦。嗯。16哎。结婚吗？对啊，16岁。哦，等于不用高中毕业就对了，是吧？应该不用。国中毕业15，对，15、16，对，才刚上高中哎，就可以了哈。16吗？请揭晓。因为修法，因为你还记不记得民法把那个成年修到18岁，下修到18岁，他把民法这个同步一起修正了。以前的确是16岁没有错，真的。对，以前的确是16岁，但是因为民法他把那个成年从20岁下修到18岁，他同步也调整了。那你是什么都知道，你要不要穿洋装在这边？那都你来补充就好了。啊？哎，不好意思啊，他有点阻碍你的工作，他一定还没有补得很全，好不好？你试着再补两句，好不好？好啊，那你知道民法规定几岁订婚吗？17。他偷看到了。我有点情绪。你不能就这样。哦，那你偷看到就好。哎呀，他偷看到了，这样不好，好不好？好。那就是那个台湾本来的名法。生气生气。本来台湾的民法是规定说女生呢的结婚年龄是16岁，男生是18岁，但是后来呢把这个成年的年龄呢从20岁修正到18岁之后呢，男女都是一致，就是17岁订婚，18岁结婚。哦，17岁可以订，合理，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合理的，非常好。没答对嘛？哦，七楼之。乱讲，乱讲。给他能活泼。你们两个赶快按，最后一题，你们两个要按。请助理。曾身上长出毒疮、红肿、流脓，被身边的男宠吸吮拯救的是秦始皇还是汉文帝？请抢答。哇，让你抢到，这事情就有变数了。如果你没答对，那就是你们两个，廖志祥跟黄子清。他如果答对了，廖志祥就被挤掉了。哦，所以我都可以晋级。你已经，你现在的第一名，当然你早就晋级了。太棒了，太棒了。我的答案是秦始皇，汉文帝啦，汉文帝。你猜秦始皇？不晓得，我开玩笑。身边男宠吸吮拯救的是谁？请揭晓。汉文帝啊，有包养男宠的，应该没有听过秦始皇有包养男宠。秦始皇那么 man， 汉朝比较多一些变态的事情。对，哎。比较人质啊，嗯，你不要再补，再补。不要他已经快没工作了。来，补充说明一下。
好，要不得不说啊，其实啊，汉代的皇帝哦，他们的确呢蛮多都殉难宠的，像是呢文景之治的汉文帝，他当时呢就有一个男宠叫做邓通。那因为汉文帝身体不舒服哦，身上有疮啊，他居然呢为了汉文帝哦，用嘴巴把那个疮里头的脓都吸出来，那汉文帝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但事实上呢，汉朝并不是只有他一个皇帝有男宠，像是汉哀帝，他的男宠就是董贤。他呢曾经啊，董贤呢躺在他的这个袖子上睡觉的时候啊，他舍不得把他叫起来，觉得他长得太可爱了，所以呢就干脆拿刀子把自己的袖子割开，所以呢这也是断袖之癖的由来。全部结束，就因为这题没答对，所以两位26000的人继续脱颖而出。廖世强还有黄子清，恭喜进入冠军争夺赛。他们两个从一开始就已经蛮有一个竞争的感觉。嗯，你们俩只差500，你知道是多可怕的事情吗？我知道，一个抉择错误就输了。18个信箱，总智慧星币来到25万，保留2个金额，这是关键。来，黄子清，你现在领先，先答后答，先答。黄子清准备好，请助理。闷骚一词是形容人外表冷静、内心狂热，还是看似玩咖、实则专一？外表冷静、内心狂热。我们题目真的这么简单吗？就是这么简单。有时候想太多，好像真的不好吼。对啊。请揭晓。太棒了！嗯，想不到哈，我们题目好平易近人啊。嗯，智慧星币请选择。我选八楼之。三，请开箱。哇，很烂吗？哦，20000，保留还是放弃？保留，保留，谢谢陈哥。你们现在落差有20000多了，哇，我觉得这个很补哦。起住下来，好六。Fuck boy 一词可以用来形容一个男生是富二代还是玩咖？玩咖，玩咖。是网卡，请揭晓。哎呦，来，四位新币，请选择。六楼之二。六楼之二。什么呢？哦，不错啦。11500，保留还是放弃？先放弃。啊？先放弃。哦。哎呦。哦。换边罚球，请助理。意大利与西班牙何者是联合国认定拥有最多世界遗产的国家？意大利。意大利，请揭晓。哇哦，太棒了，太棒了！来，我选7楼之6。7楼之6，奇怪，怎么不猜西班牙哦？厉害哦！因为我去过意大利，我觉得意大利蛮多的，西班牙我也去过了。哇，你运气不错啊！啊。15500，保留还是放弃？保留的话，现在17秒就 waste 掉了，你等于62000嘞。对啊，好，那我就保留。保留，耶！接下来就看他表演。好，你好好的表现接下来的23秒，请助理。请问乌克丽丽是夏威夷人还是葡萄牙人发明的？葡萄牙。聪明，请揭晓。厉害，因为我刚从夏威夷回来，我有听过这个哦。我去出差。OK OK， 请选择。7楼之4。7楼之4，我们差36000不好追啊。努力看看。我不骗你。可以啦。10500。可以啦。保留还是放弃？你应该放弃个10000，那10500更不会留了，还是要留这个？不留了。下一题。哦，放弃，放弃。哦，志气来喽。嗯，协助下你。衣服沾到红酒，要先撒上盐巴还是冰糖，再用清水清洗，就能够有效清洁。盐巴。请揭晓。哦，很棒，好好选，冷静下来，请选择。8楼之5。8楼之5。是目前你选的最好的一个，14000，不加都不行，加加，
现在最刺激的是你只差22000。嗯嗯，这我所知道20000以上的3-4个。陈哥，你刚刚说20000以上有1/4的机会的话，现在出现一个，所以我可能还有5个可以选择的可能。4个5个不等，谢谢助理。关于白天护肤先精华液后乳液，还是先乳液后精华液的顺序是正确的？第二个，先乳液后精华。精华乳液是保湿，哎，精华是营养，营养不放在里面怎么弄呢？可要问白天呢，因为白天我在想说逆逻辑。对啊，这叫逆逻辑吗？请揭晓。哇！62000元，恭喜黄子欣获胜。谢谢。送给黄子欣什么样好礼物？漂亮！好，那送给你2项大奖，一个是美国新奇宝柔棉保洁垫，金丹心保洁垫专家荣获了美国 AFA 气喘与过敏协会的认证，防水防螨超透气，防螨三保六面全密封床垫套，还有床包式含枕头保洁垫，提供了健康低敏的睡眠环境。另外一个是 Cushion 石墨烯双人凉感薄垫，床垫使用了 4D 高含氧纤维，制造了透气舒适、全面承托、舒缓的身体压力。布套使用了石墨烯凉感纤维，触感滑顺凉爽，床垫内外都可以水洗哦，可以快速干燥。送给你，谢谢，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知识就是财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累积你的财富筹码。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别忘了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就在《全民新攻略》，拜拜。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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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